能重现赛马娘的胡萝卜汉堡排吗？赛马娘，这是一部将赛马拟人化的动漫。哎，等等，踢错图片。赛马娘不仅可以科普一些赛马小知识，还可以看到一堆妹子在跑步。训练后的大胃王时刻更是疗愈。其中这道胡萝卜汉堡肉最为出名，甚至红到出了爆疹。不过要做出完美的汉堡肉还真的不能马虎。 I got the 牛肉， I got the 猪肉，混合失败。为了将汉堡肉做成柔软的汉堡肉，洋葱必须切到很碎很碎，不行，好痛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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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辣太辣。把感人的洋葱放入绞肉里，再加入一颗刚下的鸡蛋，有蛋壳，然后充分的抓捏均匀，排出多余的空气。我已经帮它注入了速度的魔法。煎之前要在中心戳一个洞，还要放入胡萝卜，防止肉膨胀后中间的洞变形。静待时机，完美翻面。开浇了。忘记加了洋葱会加速焦化作用，直接放进烤箱220度烤35分钟。关于酱汁，就是番茄酱味淋酱油的浓缩物。还要准备一些烹调到刚刚好的蔬菜，一道赛马娘套餐就这么完成了。你觉得要怎么吃比较好？野蛮吃法还是先切一小块然后蘸着吃？野蛮吃法。野蛮吃法。不错，蔬菜的清甜。服务员，来点饭。来。谢谢。切个汉堡肉来配啊。我是一只马，可是很不像猪，就是普通的一个套餐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，造型很特别，但是很好吃，因为是我煮。这整个套餐吃完会有个重点，就你没想到这样。